会刚刚那样骑很危险的。哦，我再慢慢骑啦，就一趟诶。哇，过来你啊，我才知影。你要切到中间再切过来，不是直接？那我你刚刚是直接走对向车道过来诶，虽然这是一个弯道。要走这边。你要从我们大家车流到路中间才能转。你不是直接走对向车道过来？我刚才在讲说过来的时候，啊，这边很走呢。对啊，你大路口爱看到，有时讲，有时讲你一直切。切西瓜呢？啊，我万一对面有公车的，哎呀、啊！谢谢啦，帅哥，我给你讲。哎呀、啊，好。